北一女篮球队。北一女不仅是台湾女子高中最高学府，也是能念书能打球的经典代表。篮球队成立至今20年，曾在2012年赢得队史上第一座 HBL 总冠军哦。去年更是闯进 HBL 前4强，重返小巨蛋，实力相当坚强的北一女篮坛新星队，今天能否趁着这股气势赢得奖金10万元呢？好，那欢迎北一女篮球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OK， 那允文允武，文武双全，大概就是你们的代表。没错、哦。那你们里面有明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是校友。哦，这样吗？好笑的笑了。然后就想说他们来，然后因为我对篮球虽然我刚刚有点废，就是没有过关，但是我其实在台下猜都很多题。OK， 希望这一次搞不好可以帮他们一些忙，这样。是，你要帮他们。对对对，他们是北一女，你要帮他们猜题。对，而且你有经过他们同意吗？对啊，你们希望李毅来代表你们参加资格赛？真的吗？真的嗎，你们都同意？可以啊，确定哦。真的同意。怎么面你的眼睛告诉律师，如果有被勉强的感觉，没关系。面有难色。同意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所以如果等一下决战60秒的话，是李毅来上。好，我去玩。而且这次北女在 HBO 这次是打进了4强。对。哦 ，OK， 非常厉害。嗯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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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那啊一阵，陈婷。嗯。那这一趴是谁来？还是一阵啊？啊？我才想说，你也应该去感受一下站在那边、盯在那边的气氛。你是来陪公子读书的吗？妙姑，你今天到陈婷总要站上去一次来。好，来，对陈婷吗？对，陈婷最近这么热心公益 ，OK 了，正能量十足，要不要？陈婷，加油，加油！所以就是陈婷对决到李毅。好 ，OK， 那一样从我右手边的队伍开始。OK， 李毅，请。来，决战60秒，准备啊！来，中间，李毅，中间一点。准备好，请。3, 2, 1。网络用语阿飘指的是什么？龟。西方国家什么节日有的特色有兔子和彩蛋？复活节。一府二路三艋甲哪一个地方离台中最近？路。于夜间加成时段搭乘计程车需要多付多少钱？15块。虎克船长的铁钩装在哪一只手上？阿里山国家风景区位于台湾的哪一个县市？嘉义。数字1000万总共有几个零？7个零。哦。星期一猴子穿新衣，星期三和星期五会做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放弃。好。最有价值的球员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？MVP。南投竹山指南宫供奉的是什么主神？土地公。标准答案。哎呦，好，来来来，李毅来，请回。有没有觉得他不负众望？有这种感觉吗？有。如果你们上去的话，觉得会答得比他还棒的举手。啊，没有吗？哦 ，OK， 这样就帮对了。来，启婷。嘉义是对的，嘉义是对的。八题 ，OK， 来，李毅答对八题 ，OK。陈婷，压力大喽，平手 PK， 要信心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来，中间，陈婷哥加油。其实婷都很紧张的，加油，这样哈。因为刚刚每一题，其他人答他都说这下啦，我都没像，你好坏哦、喔，你现在先，陈婷紧张一下，放轻松啊，准备好，来，请。3, 2, 1。公投要年满几岁才有投票权？20。中药材陈皮是用什么水果的果皮制成的？橘子。台语 “hold 溜”指的是什么生物？秋。WTO、WHO、WHY 哪一个不是国际组织的简称 ？WHO。一年之中有几个31天？几个月31天？放弃。心肺复苏术的英文简称是什么 ？CPR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是哪一首唐诗的诗句？放弃。京城武术位于台湾的哪一个县市？跟哆啦 A 梦玩猜拳要出什么才会赢？不。太平洋在台湾的哪一边？东边。花无缺是哪一部武侠小说的人物？放弃。味精、鸡精、鲜精哪一个不是营养食品？鸡精，味精好，时间到，来来来来，陈婷请回，怎么样？
基金未经险金，有这么难吗？在这个地方？哎，这边有护肝大使，哎，护肝大使，有这么难吗？还是陈林大哥，你是未经来补身体的？OK， 其实整体也是。WTO、WHO、WHY，哪一个不是国际组织 ？Wh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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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Tell me why？ 对对对 ，OK。好，来，陈婷答对了六题哦，礼义建功了哦。来，我们恭喜北女篮球队进入我们的奖金挑战赛。奖金挑战赛规则介绍：奖金挑战赛一共有四个阶段，共八道题目，全部通过则可赢得奖金十万元。而线上玩家参与方式，首先下载一期 App 进入台视一期 Q 直播间。奖金挑战赛每回合必须从第一题开始，如果是中途加入或者是答错，则会转换成观众模式，答题时间为十秒钟，只要能连续答题到最后，就有机会可以赢得十万元奖金哦。好，那北女篮球队第一个下来的是敏瑜 ，OK， 几年级？高一。高一打哪个位置？前锋。前锋，刚才有没有很想出来跟 Rasha PK 一下？有。啊，有哈。那你打前锋的位置，基本上觉得他也是前锋？嗯，而且是射手。你也是射手？就是位置性质还蛮相同。真的、哦？那你一场最高得分？22。哦，强哎、欸！很强哎、欸！非常厉害 ，OK， 好，在这会紧张吗？还好 ，OK， 还好就好，放轻松。前四题有一个球就可以用，好，准备好没？好，好了啊，来，北女中篮球队奖金挑战赛，小学官第一题，请问，动漫《灌篮高手》主角樱木花道，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、金色、红色、绿色，请作答。红色。确定。好，那打篮球的孩子大概都会蛮喜欢看《灌篮高手》。樱木花道头发什么颜色？是红色吗？来休息一下，广告以后马上回来。欢迎回到台视一七 Q 的现场，现场是北女篮球队的挑战。那敏瑜进行到的第一题，樱木花道的头发是什么颜色？你选择的答案是红色。红色。标准答案。知不知道为什么是红色？有看过。对啊，那为什么它是画成红色？就是红色。当然就是红色。它是作者是故意要凸显出他热爱生活的那个心，那个热情，所以用红色来表达。OK。OK。好，来第二题，请问可以让伤口止血的血液细胞是哪一个？白血球、红血球、血浆。血小板，请作答。哎呀，帮他们加油一下。对，血小板。确定。确定。血小板，标准答案。耶！哇，还没有用球救，还没有用球救，哎，球救要换人吗？要不要换人？要不要换人？要不要换人？不换我要上喽。哎，要上来，李武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品纯要上吗？来来，品纯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你们不是有叫？对啊，答题之前，对你们像上场在正式比赛上场以前有没有欢呼一下大家的一些的？快快快，帮品纯加油，打气一下！一二三 ，Go！ 招呼啊！来来来来，你们平常一二三 Go！ 来，麦摆在中间，一起喊来！为天为大，如日方中，英姿焕发，北一女中，北一女中，北一女中！怎么听起来你们很少在喊校呼哦？没有，很少在镜头前面这样喊。OK， 来，平纯，你到三四题有一个球就还可以用，过了五题以后球就也都不能用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可以用，也不要浪费，不能带回家，好吧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的位置是中锋。中锋看得出来。OK， 加油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紧张，加油，给他加油一下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小绿绿，历史好不好？国中比较好。国中没关系啊 ，OK 啊。来第三题，请问历史上自称9000岁的宦官是赵高、魏忠贤、安德海、高力士，请作答。不要浪费哦！求救，要求救，求救吧！求救 ，OK， 来，一样，
我们有一个天使召唤跟盟友救援，要哪一个？天使召唤。天使召唤，小 Q。哎呀。小 Q， 北一女中篮球队打得非常棒，这一题一定要帮他们过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来小 Q， 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给他的建议会是什么？好，我现在仔细的讲提示，你要认真听哦。他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公，跟他的名字是相反的，是个伪忠义、见贤能的公公哦。嗯，这样有帮助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题组。魏忠贤，确定？确定？确定是因为小 Q 讲得很确定，他听的你觉得蛮仔细的。对 ，OK， 魏忠贤，标准答案。耶、yeah. yeah. ！你所有看到那个古装剧里面讲的那个大宦官啊，或什么，大概不出两个角色，对，一个就魏忠贤，要不然就是刘瑾，大概都出自这两个人。嗯、魏忠贤大概是其中的大臣，他是所有的朝代里面你很难想象有一个宦官。活着的时候，所有的官员帮他立生祠，就去拜拜拜他。他还是活的时候，大家要帮他立生祠拜他，连皇上都不拜拜他，你就知道他权势有多大。是，他到最后已经快要被处死，要被贬出京城的时候，人就是这样。他被贬出京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出城的吗？大概有上千人的仪队带着出城，他已经被贬了，贬出城还这样带，皇上看着这样不杀你，真的。不杀你，我做什么皇上？嗯，就把他给杀掉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就魏忠贤 ，OK， 号称九公九千岁，还有人说是9900岁，对 ，OK。好，过了三题，接下来到了第四题。哎呦，第四题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平川加油，嗯 ，OK。来第四题，请问，生长在南美洲的提提克克湖啊，它皮肤上的皱褶会具有什么功能？撑开皱褶下敌人，伪装成海草，吸收更多氧气，吸引异性交配，请作答。想一想题目跟答案之间所有的关联性，仔细看一下。来，时间。伪装成海草。来，你选择的答案是伪装成海草。伪装成海草，为什么会选择伪装成海草？因为海草皱皱的、啊。哦，海草就是那样子，皱皱的。OK， 所以伪装成海草，确定？确定。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？我刚才听你们一直在讨论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你觉得是？你？随便讲没关系，一选择答案不一样。对。不是一。那你的答案是多少？你刚才讲的。千羽觉得是几？来拿麦克风，你觉得是哪个答案？不太确定。也不确定。来，静佳。我觉得是一。你觉得是一？撑开皱褶下。静佳是打中锋吗？对。你身高有多少？175。多少？175。175。哦 ，OK。来，倩蓉，觉得是哪一个？来拿麦克风。你觉得是哪一个？都不太确定。不是考试的都不能不太确定。对啊，你们私底下在讨论的、啊。来，哪一个、嗯？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是品成。哦 ，OK， 就是海草。有不同想法的吗？来，陈金牛。其实动物不外乎就是躲，再来就是交配嘛，吸引。所以你觉得是吸引异性交配？对 ，OK。阿平，感觉像是海草，因为他都讲是迪迪克克湖啊，而且刚刚小五哥讲说，仔细想想跟题目的关联性，是字面上，然后字面上的话跟湖有关系。他为什么要伪装成海草呢？对啊，迪迪克克湖它是一个内陆湖，他为什么要伪装成海草？他靠鱼嘎嘎去啊，他不，那就无啦。鱼或者是海龟反而更吃海草，而且秀慧姐，你们家的鳄鱼是吃素就对了。OK， 好，迪迪克克湖。它的纬度多高，知不知道？很高啊，所以可能应该是跟氧气。氧气。我说跟题目，你们仔细看一下，你只要想到迪迪克克湖，它的纬度3000-4000公尺，在那个地方需要干？缺氧。缺氧。我们也不是那么多人听到迪迪克湖都知道它在什么位置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哦 ，OK， 对不起，因为迪迪克湖它的纬度非常高，那青蛙基本上呢，它有两种呼吸的功能，一个是用肺，一个是用皮肤。
那它基本上没有肺功能，所以它把皮肤上的皱褶弄得非常多，增加皱褶，然后等于把皮肤面积扩大，那吸收的氧气就会变得更多。哦，所以它的答案是吸收更多氧气。可惜 ，OK。来，你们是很棒，来这边来，先请来，公主抱，啊，没有啦，小歌手你没有，来，好，那这题蛮可惜，不过我们还是过了前面两题，那有一万块奖金，台式宝宝、一起宝宝选一个，后面有 double， 谁选？来，快点，来，谁？建宏代表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大声，来一个，我们大声说出来，一七宝宝是 double 吗？翻牌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二选一嘛，好不好？对，总是会有这种事发生。OK， 不过也非常谢谢北女篮球队，也祝福你们。OK， 明天有更好成绩啊。